姐姐，出神咩事？唔好意思 ，Assistant 又收人啦，我准备搞低张床，小心整亲你啊！但系呢张床已经转咗做电床噶啦，揿下个掣就得，唔使搞噶。嗱，等我解释俾你听啦。其实喺医管局里面嘅医院咧，都配备咗唔同款式嘅电床嘅。虽然佢哋款式唔同，咁但系主要都系由几个部分所组成嘅。包括可以用电力推动而做出唔同形态嘅床身。指挥床身活动用的按钮或者遥控床架、床栏可以挂放静脉输液的挂架，可以给病人用来坐起身的自助架，以及在急救时候用的 CPR 制。咦，床边这些制有什么特别？医护人员就可以透过床边的按钮或者遥控来到调校病床的高度，那就可以消除大家以人力操作这个程序的时候所引致的身体劳损的。咦，呢張電床嘅床欄同隔離病房電床嘅床欄咧，好似有啲唔同嘅喎。係啊，其實電床嘅床欄主要分為 split type 同埋 collapsible type 兩類嘅。床欄嘅開關設計一般都達至安全同埋慳力嘅目標。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呢啲窿咧？呢啲窿又有咩作用㗎？其實一般電床咧喺床頭床尾嘅位置都設置有通用嘅插置鹽水架嘅窿嘅，咁方便我哋喺病人吊鹽水嘅時候，仍然可以好有效率咁樣執行所需要嘅護理。同時將鹽水架直接掛喺床上面，咁就唔使再喺床邊放置活動鹽水架啦。哦，咁我哋同病人可以用嘅空間都大咗喎。是啊，另外在急救的时候只要按一按个 CPR 制，床身就可以即刻转换到有利于急救程序的状态，增加急救的效率。咦，那还可以减少用人手改动床身而产生的劳损添。 Maggie， 不用周围找，你是不是想升高张床？是啊，按下这个掣就可以了。哦，在这里啊，原来是不是按这几个掣啊？等我升高张床，等你可以饮汤啊。是啊，不是按这个掣、不是按这个掣啊。虽然电床的操控就不是很复杂，不过不同款式的床都有它不同的特点的。为了安全起见，用之前问一问医护人员的意见先，那就万无一失啦。是不是想坐起身啊？是啊。唔該曬，姑娘。